观众朋友该走出冷气房了。南加呢，现在是各种节日的旺季，想要全家出游的，千万不要错过了。本周末南加州预期将有凉爽天气，正愁着到哪儿去放松一下吗？让中旺电视推荐您几个好去处。第31届欧海美酒节将于本周末在 Ventura 的 Captas 湖游乐区盛大展开，现场有免费20分钟渡船之旅，超过250种美酒试饮，60多家获奖厂商举办各式酒类专业讲座，观众朋友可尽享湖光山色与美酒佳酿。另外，呈现夏季啤酒节于周六在 Anaheim 天使球场举行，也有世界各地的啤酒厂商云集，100多种手工艺啤酒、葡萄酒和烈酒无限畅饮。计划带着全家大小出游吗？第3届 Bobo 草莓节将于本周日在 Encino 市举行，可享用加州草莓制作的各种美食与饮料。当天在场摊市还有工艺品展、新兴艺术家等200多个商家展出提袋、首饰、艺术品、陶瓷、毛绒针织品等，现场并有美食餐车和 DIY 手工艺作坊。另外 Glendale 市风街舞车日活动也将于周日在 Atwater Village 举行，现场也会提供自行车和滑板租借，可在全长3英里的街道上进行享受一个不同的洛杉矶街景。若喜欢室内活动，不妨考虑老少咸宜的保龄球运动，这个暑假上网预定还可以参加全美数百家保龄球馆同步推出儿童免费打保龄的暑期计划。中网电视整理报道。